大家好，我是 Angus 丁文俊。哇，1994 NTSA 啊啦，我哋睇下揾唔揾到先。哎，揾到啦，揾到啦，咁得意，系咪呢个啊？系啊，学校的相啊。知唔知啊？掂唔掂啊？跟住第13届新秀歌唱大赛北美选拔赛冠军得主系温哥华嘅代表 Angus， 恭喜晒 Angus！ 佢要翻30年前都会仍然会参加新秀，因为嗰阵时系好中意唱歌，咁新秀第一次电视台搞，周围好铺天盖地宣传嘅，咁梗系会参加啦。佢嗰阵时咧，我记得系 Wasabi 做 MC 嘅。咁好多遊戲玩㗎，已經係，譬如有個老清唱個環節啦，有個輪盤轉到嗰首歌，你要即刻唱。當年我睇翻自己又冇咁緊張，因為喺個台度咧好殘眼嘛，其實都睇唔到下低，其實就唔驚。今次參加就幾緊張啊，因為始終又耐冇唱歌啦，個狀態未翻嚟啦，一路比賽一路有啲緊張。咁當時交叉點呢首歌咧，我都係得咗喺嗰個位。嗰個回合咧就係每個人自己嘅故事嘅一首歌。咁我就即刻諗起交叉點呢首歌，好似我咁，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選擇咯。去翻30年前參賽歌曲，噏唔到添。留住這時光，我是一曲走天涯的温哥華北美啊，跟住再翻到香港決賽，都是以呢首歌嘅。五號丁文俊，留住這時光。讓每點陽光灑於你面庞，令你的微笑比花更盛放。誰亦會沉醉此刻對望。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冠军15号 Angus， 温哥华嘅代表 Angus， 恭喜晒，恭喜晒 Angus， 啊，好开心。好有感触啊！突然间，又喺呢个地方，呢个地方系。一切故事的開始是我的30年。多謝咁多位支持我的人，多謝阿媽，我又得㗎。新時代電視30周年，感恩有你。